我们有六十，还现在是六十一个人哈。OK， 那我们摸六十吧，六十，那又补几个人了？没有没有，那是六十个人哈。那么大概做这个实验哈，有一个重点就是不可以有讨厌的感觉，所以哈，老师要控制电力的强弱。那请问一下各位同学，要怎么控制电力的强弱？摩擦的次数，摩擦次数跟储存的电力有关，对不对？所以老师就要了解适当的次数哈。哎，我们到底有几个人？六十个哈，六十一个好。哎，好，好像不知不觉越来越多次。OK 啦，就是我也不会考虑进去。好，各位还记得刚刚那个台词吗？还是要讲一次，不用担心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哎，这个第一位同学，我这很震惊，你要保持震惊哦。我去摸就好了，你不要误过来哦，不然我也会吓一跳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，预备哦，三，手握手，二，一。好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你可以摸啊，你可以。